小鱼干喜欢吗？哎呦哎呦，不能吃不能吃哦。哎哎，没得吃。我们今天来给欧卡猜猜看，他最喜欢的小鱼干在哪个手。猜不到没得吃哦，欧卡，猜不到没得吃哦。你确定？你确定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猜对了！神犬拉西，嗯，吃的香啊！没有了，只有小鱼干一条，没有了，这只手没有了呀，没有了。我们再试试巧克，巧克，嗯嗯，巧克，口水，嗯，你猜，爸爸放哪只手？呀呀呀呀！还没完了你就上来了，还没完了你就上来了，你这违反游戏规则，再来一次啊 ！Stay 啊，加扣 Stay。嘿，在哪里？加扣你选谁 ？OK。哎呦，哎呦，加扣你也这么厉害，你也这么厉害，你也猜对了，走掉了。喵喵喵喵喵！加扣你怎么也这么厉害？口水流一地啊，流一地口水给我走了。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，stay 哈，想吃？哎 ，OK， 我跟你说，就在我左手，就在我左手啊！你看右手什么都没有啊？怎么样？哎呦，想吃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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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好，看好 ，OK， 我们来玩个游戏。嘿，你这个智商啊！在左手哈，右手什么都没有啊！哎哎 ，stay 哈，来了啊！嘿，你大笨蛋！闻一下啊，他在左手啊，我们来试试看。你确定吗，欧卡选手？你又改装了？你觉得是这个还是这个吗？